在特斯拉公司位于加州霍索恩的设计中心，一款新型电动半挂式大卡车正式亮相。Welcome to the Tesla Semi Truck Event.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宣布，这款大卡车充电一次，续航能力可达500英里，相当于804公里。即便是满载4.5吨的重物，也会比普通的柴油卡车节省不少燃油费用，同时维护成本也更加低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半挂卡车还配备了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，能以设定好的速度在固定车道上自动行驶，出现交通状况时还会自动减速。如果是一个车队同时行驶，特斯拉的卡车可以很聪明地自动跟着自己的队友行驶。现在特斯拉已经开始接受客户预订，只需付5000美元的定金就可以最早在2019年买到这款电动大卡车了。